大家好，我这盆金钱树呢，长出了非常多的新芽。这段时间该如何养护，让它更好的冒新芽呢？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金钱树的生长期在秋季，这段时间我们养护一定要把它放在通风良好、有散射光地方，起到光合作用，更有利于它萌发新芽。第二个，养分，要想金钱树冒芽多，养分一定要跟得上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用速效的复合肥，每个月。一小勺均匀地撒在盆土表面。速效的复合肥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元素，不仅能促进发芽，还能促进金钱树的快状根系生长得更加发达，吸收能力更强，后期会生长得越来越旺盛。在金钱树生长期，我们要看这个盆土微干了再给它浇，不要等完全干透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土壤检测仪把它扦插下去看这个土壤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喜欢金钱树的花友们，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注意施肥。好，再见。